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真歹势，都爱过一点钟久，我爱过听我。咱三工的训练吼，就是一工上忝啦，吼，现在一工是上忝。啊，恁一工若听过吼，啊，明仔就准备回家了嘛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小忍耐一下安尼吼，啊，拄只吼，顶一节我已经讲到这个计算方式吼、哦，这个十项运动迄个计算的方式吼、哦，我说为了杨传广啊，母家吼，说无较紧的先。事先准备的吼，啊，无到时哦，这怪人啊，无的，扑一个，伊都人家你破，搁家你破个破一万呢。啊，事实上，到尾解决了的时阵哦，阮一直个注意杨杨传广，伊是毋是有破迄个尾啊？吼，伊古早迄个计算方式有破一万无？果然破一万。所以讲哦，因遐美国因遮白人吼。他们个奥林匹克吼，拢别人控制掉来啦，别人控制掉来啦。哦，因啊对这项运动吼，那插落了时候，伊都别个哩迄落，伊有了本钱呢，有了本钱呢。哦，啊，这是题外话，我是美国继续提供迄个计算方式吼。我拄将有讲哦，有内底有一个阴谋的咧啦，有一个阴谋的，什么阴谋呢？伊就是啊，杨传广吼。十项内底吼，赢迄个 Johnson 吼，赢 Johnson 赢七项啦，赢七项，敢那输三项，三T 啦，吼 ，T 饼、烟球、甲标枪嘛，啊，因为这拢是迄个我力的爆发力的迄个不同形态吼，迄爆发力的表现吼。迄个肌肉量也有很大的关系呀、啊。啊，你有通讲哦，伊吼，伊咱东方人迄个骨骼吼、哦，总是比甲因的迄个黑人白人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骨骼吼、哦、有较细啦，有较细索。所以伫这个三体的方面吼、哦，较吃亏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因就是利用这点吼、哦，利用这点。伊怎啊将迄个三 T 的迄个分数的计算的迄个比例吼、哦，比例佮提高啦，佮提高。哇，这一个提高了吼、哦、，Johnson 吼、哦，加佮杨传广才会比。啊，无咯，拢是伫杨传广后壁啊。啊，较旧的迄个成绩的时阵哦，杨传广五年，啊，都是因为吼、哦。伊太牛了，太牛啊！所以哦，人家用这个办法，啊，这个办法是合理的啊，伊就合理哦。讲这安怎，一定有真好的解说啦吼。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呢，伫甲迄个罗马奥运的时阵吼，杨传广去甲这种是两个咧拼哦，两个咧拼的时阵哦，杨传广赢七项呢，啊，输三项。结果金牌去予伊摕去，去予迄个奖神摕去，伊无摕到。即到尾啊吼，一挂学者啦、记者啥，大家拢讨论了。结果，这是真大的阴谋伫咧啦。若无改即个计算方式吼，将即个三 T 的迄个比重吼，吼三 T 积分的比重，把它提高的话吼，杨传广拿金牌啦。两个到尾才输七十几分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有人讲吼，输一个千五上尾行哦，千五的时阵哦，
哦，因那教练咯，甲迄个江神讲，你个对调嘞，你死你嘛那个对调嘞呢？哦啊，拄啊好，杨团讲哦，这个千五啊，原来是伊的弱项啦，哦，但是嘛，还阁比江神较弱啊，啊伊都。都迄个因的教练都是去甲江神讲哦，你拼性命都爱甲对调咧，安尼你就赢啦。我到尾真正名差不多三十公尺啊，差不多三十公尺啊。啊，结果因为怎讲哦，赢七项啊，结果金牌叫赢三项的人来退去，这有原来有一种偏颇啦，这吼、哦、有些不公平的地方啦，哦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杨团讲的这个功绩吼，吼，和这个白人吼，真正有影去惊到，吼，东方人，这个黄种人有这厉害的人啊，有这厉害的人，吼，会使讲全世界无人唔知影，全世界无人唔知影，迄东西哦，蒋介石吼，伫台湾吼，吼，无人唔知影就对啦。哦，大家嘛知哦，蒋总统，哦，哎，囡仔写作文讲，我将来要做什么？我将来要当蒋总统，哦，所以迄、那个，这蒋介石啊，伫这个台湾，无人唔知啊，但是离开台湾哦，无几个人知影啦，哦，但是那是讲到迄个杨传广哦 ，CK 样。哦，那四 K 样的是喏，同世界啊，大家如果哦 ，Number One， 哈，大家都学了，大家都去了，大家都知，同世界的大家都知呀，哈、哦，啊，伊哈、哦，这个杨传广啊，伊这个，伊哈、哦，底下我伊除了安尼以外吼，伊因为我拢食饭拢去介解做会嘛，哈、哦，唯一的时候开始啦，哈、哦。我个叫我的学生吼，叫学生叫迄队长吼，你食饱饭袂使走哦，爱看中间吼，食饭食饱，地坑地挖坑落去喏，恁都爱值日哦，爱派人去甲摕伊个盘碗吼，爱去甲坑啊，哦，迄个咱只共款咯嘛，是去个呀，啊只分类啥迄落地啦，啥安尼吼。袂使吼，杨传广家己个个捧起哦，我学生哦，大家吼，大家拢，你食饭食饱拢唔敢走，那去第二日拢唔敢走，那都目睭直直看，看杨传广扛袂了，都赶紧拼去甲冲吼。我认为值得啦，值得我安尼对于这款的一个尊敬的表现啦吼。啊，伊这个。除了安尼以外吼，杨传广嘛，哦，伊 ，OK， 我这杨传广的事情呢，哦，我还再加一点呢，就是在下一届就是东京奥运嘛，啊，迄个时喏就是讲 ，Johnson 都退休啊嘛吼，啊是讲杨传广稳金牌啊，只要佮耍一定爱摕金牌啊嘛吼，啊，迄个时喏有破几万啊呢。伊应该破迄个旧的计算方式破一万啦，想讲伊稳铁冠军啦，啊，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啦。迄个时阵呢吼，伫东京奥运的时阵，咱呢这个流氓政府的代表队吼，有一个射击的啦，射击的叫做马金山啦，马金山啦，吼，这个中国啊，这个中国啊，香港的，因为拢迄个。情治单位出来，啊，拢定来拍枪嘛，啊，伊是拍枪的代表，啊，都大家拢做伙，因为伫选手村内底，大家拢做伙食饭啦，啥开会啦，创啥安尼迄落，啊，伊怎摕一罐饮料吼，杨传广啉啦，啊，咱即大家拢熟悉嘛，所以讲即款动作个并无啥物。特别奇怪，杨传广提来就甲啉落啊，迄暝吼就流屎。明仔载要比赛，啊，因暗那流在滚那边呐，啊，你这人吼袂堪你流屎啊，啊，明仔载要去比赛啊，就那好一个才变第六个吧。本来是按算讲会得金
提金啦，啊，结果两工哦，拢两个个啊，哦，啊，勉强来提第六个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奥林匹克的金牌吼，迄是要提赛军，唔是讲干那实力尔啦，还是天地迄落哦人啊天。地利人和哈，天时地利人和了，真讲一缺一都不可啦。所以讲哦，杨长官有这尼啊，迄个现在迄个好的成绩哦，结果伊都无迄个无迄个一贯天地，诶，无迄个迄个人是吧？是天时地利人和嘛。所以缺一唔得缺啥，结果都是安尼，拢无得到金牌哈。啊，后来怎啊？怎啊去做呀？去做呀，做迄个总监啦，迄个时阵就是要成立左营训练中心嘛吼，啊拢爱有一个总监嘛，哦，即拢学迄个美国的迄个方式啦，哦啊伊阵啊都要做永久的总监，啊有一间迄个伊的宿舍，伊宿舍永远拢伊的啦，啊拢伊的，就是杨传广，杨传广屋啦。哦，啊，无人敢迄个，无人敢去甲大啥迄个，哦，啊，后来在2007年的时阵在贵兴去，哦，贵兴去，肝癌啦哈，肝癌贵兴去，啊，我完了有必要请去迄、那个，伫迄个台北的迄个啥，暨南教会，哦，伊虽然是干嘛咧做祭统啊啥，但是哦，却他。可能是因太太的关系吧，所以伫迄个暨南教会安尼。啊，我是认为讲吼，杨传广这款的人吼，伊的功绩吼，应该吼，啊，不管是定来爱甲颂扬啦，哦，刚才就是讲英国3000年前的，诶，摕到迄个桂冠的选手，甲金妈妈还佫有伊的像啊，吼，伊的迄个雕刻啊，钢冠嘛，哦。这就是迄、那个杨传广哈，杨传广啊。另外，再接下来就是要介绍这个纪政啊哈，纪政哦，今晚最近哦，哎，你张阿祖伊在爷爷生日嘛，哦，爷爷生日啊，十月十七的款，爷爷生日啊，伊是迄个新竹人，原来是。100%的台湾人啦，杨传广那是100%的台湾人，纪政也是100%的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说，迄个起诶新竹四二女中啦，吼、哦。啊嘛是拢艰苦人啦，因老伊是养母嘛哈，生母我唔知啊，伊养母是拢咧讲些啥，所以也是辛苦人家啦，啊！但是哦，这是这个伊个纪政哦，就是说也是跟杨传广一样，是百年的哦，百年难得一见的迄、那个运动奇葩啦，哦。啊了吼、哦，伊算伫中上联运嘛吼，伊算中上联运，基本叫做全中运啦。因为中上联运的时候，伊嘛是摕跳高跳远。诶，冠军啦、啊，吼、哦！但是我嘛是迄个时阵嘛是摕一块金牌啊，吼、哦！但是哦，人都是讲纪政好，大家都足注意啊，都讲我无人唔捌啦，无忌惮。但是纪政哦，因为啊呐，因为伊初中的囡仔，伊的成绩哦，是人的新闻哦。新闻的大人诶，新闻的成绩，比新闻的个成绩更加好啦。初中的查囡仔哦，安尼啦。了，我我是迄、那个，我高中读迄个新英和吼、哦，立行中学啦，立行中学即马无啊啦，即马无去啊啦，哦。啊，伊种迄东西哦，是真有名啦，运动员上济啦，运动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加迄落吼，
因为外省挂迄个乌多迄款啊，拢关系出来诶港班的啦，隔壁班的啦，啊是前后期的同学，什么德联的啦，上海啊、苏海啊，啥诶拢伫啊，啊，我遐拢外省诶，拢外省挂啦，对啦，吼、哦，啊运动员啊真济啦，啊所以阮校就用相真好的条件吼。甲邀请志正，伊要读高中嘛吼，啊，来阮学校安尼啦。啊，迄条件是一定是真好嘛，吼，一定真好嘛。啊，伊来阮学校了吼，啊，我拢电竞队嘛，下晡三点过开始就拢在练，拢家己在练安尼。啊，我看我这志正足有名，啊，伊说煞咧教我练跳哪啦。那练跳哪？因为我是200斤拿冠军的嘛吼，所以我高中的时候都跳400多拿吼。啊，也一看真爱跳哪？我以为哎，你跳过跳完的选手啊，来咧学这吼。啊，伊是去吼，去问我一个跟我同期的诶一个同电竞选手吼，啊伊。伊这个400、800比我成绩较好，但是400中拿我都比伊较好。啊，伊叫我教一个跳拿，而且我教教了，所以伊啊志正拢在找伊啦，无来找我这师傅嘞。啊，我是讲，伊是咧跳绳的尔，想无到讲十几年后吼，哇，志正煞跳拿吼，煞摕世界打破世界纪录高遍9次世界纪录一个人哦，一生那是讲会当破一遍的迄个世界纪录哦，嚯，迄都不得了啊嘞！志正破高遍，伊家己打破别人的纪录，然后人佫甲破伊的纪录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伊都佫甲破。人家破的记录，佫个破，啊，人佫个破，啊，伊都佫个破，安尼拢总有高变呐，有高变，吼、哦，迄实在是不得了的，迄落，迄拢想无到啦，想无到啊，啊了吼，迄、哦那个，伊拢总有4遍伫迄个，伫德国吼，伫、哦、德国的慕尼黑，伫德国慕尼黑啦，蒙群。伫慕尼黑啊，也破四班的世界纪录，所以哦，德国哦，德国人哦，对志正会使讲足迷啦，迷志正啊，迷得要死，哦，所以个活说，黄色闪电呐、啊，哦，火药羚羊啊，哦，弄个火灾，嚯、哦，这足了不起的迄个一个代名词啊呢，啊，伊就是。即吼，都个3000年前吼，那摕到桂冠迄吼，啊人咧个纪念吼，啊因娘那纪念呢，德国人，佮做一条歌，佮做一条歌，就火药羚羊，吼、哦、火药羚羊，就是咧讲咧纪念咧迄个荣耀，纪政，你敢想啊？一个亚洲的一个查某囡仔。会当好伫澳洲啊，好遐德国人啊，大家甲买家呢，甲做歌啊，迄条歌佫是世界通行的呢，吼、哦，迄条歌佫是袂晓唱啦，但是我知影讲一开始的迄个前奏吼，吼、哦，拢是个举证嘛，吼、哦，而且就3000年前人咧作诗咧个荣耀伊的迄个金牌，迄摕到桂冠的迄个选手，伊意思同款嘛，吼、哦，真无简单呐，非常的无简单，哦，啊了，了就是了就是，伊到杨宗广两个有做伙吼、哦，有去创一个迄个捐款的运动啦吼、哦，啊伊讲一个人10块啦啥呢？结果好像弄得不怎么，因为政府不。无咧个支持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拢创无起来安尼。啊，我伫家吼，伫家这个所在吼，我要甲大家，我想那要提这两个人，
来作为咧台湾过去迄个体育运动的回顾吼，我是有用意的啦，吼，我是有用意的，因为因两个人拢总是100%的台湾人，吼，100%的台湾人，吼，啊，因是伫电竞，电竞内底创造迄个世界的顶尖的迄个成绩啦。哦，我用伊对的，讲中共哦，有15亿人呢，15亿人，哦，号称是13亿啊，但是哦，啊，佫有两亿是亚米的啦，哦，迄无户口的啦，哦，拢总有15亿人哦，因电竞哦，无人有出一个像杨传广之争，因即款的诶迄个光辉历史的人。无啦，哦，有最近代吼，最近几年吼，有一个迄个中国的一个迄个电竞选手，119人，吼、哦，叫做刘翔，吼、哦，我中国我是真不爱讲，但是讲到这个刘翔，我曾也是田径人嘛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蛮尊敬啊。讲哇，一个黄种人哦，会当伫这个世界迄个奥林匹克内底，会当摕金牌，会当创世界纪录。哎呀，黑人、白人，大家拢对伊后壁咧肉肉安尼吼，我也感觉是真光荣，然后亚洲人的立场啦吼。但是哦，伊的功绩吼，甲杨传广、甲纪政吼，要比吼，还佫差一大块，还佫差一大块呢。无像的讲。我像讲杨传广之争啊，因过伫世界上互人安尼接你啊，接你啊，怀念纪念吼，啊个荣耀诶迄款诶人物啊，无啦，吼、哦，啊个未必啦，吼、哦，啊有个人就讲，迄、那个中国迄边，唔拿干那迄个，唔拿干那一地两地金牌嘛，得几哪地嘛，吼、哦。提供那地嘛，这事实。但是我伫遮哦，我要甲各位讲，电竞运动哦，甲其他的运动哦，是无小寡无同款啦。你的其他运动哦，电竞的运动是讲，是要表现你的生理的人类生理的最高极限呐。迄个你的哦。遗传基因有绝对的关系啦，哦，啊，其他的运动项目哦，它是什么？它的是技术极限呐，它的技术极限不一定是这个你的生理极限，哦，不是像电竞讲一定是生理极限的，哦。啊你假如那是生理的你的迄 DNA 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遗传基因哦，那无到迄个水准的时阵呐，你要是电竞要摕金牌，要创世界纪录啥，没有办法的，哦。这个其他的项目是，你技术会到极限，啊，你会使用一天会当练6小时、8小时、10小时。哦，你把你的技术可以提升个尽管，但是田径哦，你要加训练讲6小时、8小时、10小时安尼训练哦，这个人随时都或者训练歹去，田径比赛安尼训练呐，因为我过去我是田径选手啊，我嘛不做过呀，哦，啊不要我做康州队的总教练哦，所以我这款的运动哦，我分得很清楚，电竞就是你的生理极限，人类生理极限，那就是你的 DNA。哦，你呢 DNA 那无到迄个水准的时候，你无法度伫电竞内底要伫世界 top 无法度。哦，啊我就是啊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的迄个马街病院吼，有一个查某医师吼，叫做林玛丽呀。林玛丽医师啊，伊是世界迄个血液的迄个权威啦，
世界诶医生界吼，迄学医界吼，诶研究他是权威啦。啊，伊诶研究就是讲，台湾人都是台湾人，台湾人毋是中国人。哦，85%拢是白波做诶啊。啊，伊个有伊讲因汉人诶迄个 DNA 吼，根据林玛丽医师伊。刚那个只占一趴尔啦，所以讲哦，台湾人甲中国人是两回事啦，唔能够去承认讲啊，我就是台湾人，我嘛是中国人，对不起，那是你降格啦。确实嘞，我台湾人就是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因这中国人是中国人啊，因15亿人出一个刘翔。啊，咱剩两个杨宗广甲季政，迄个时阵哦，台湾人诶不过一千多万人尔呢，千多万人会当产生两个世界顶尖诶迄个田径选手，因15亿人才出一个尔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我伫遮啊，要传迄用杨宗广甲季政。我有我的私心呐、啊，我同这边来证明讲，台湾呢，种族啊 ，DNA 啊，绝对高于因中国人。哦，这就是我的用意啦哈、哦。那么我今嘛就是讲，将迄、那个咱迄个台湾的体育运动的回顾哈、哦，我就是介绍到这里。哦，啊，因为杨宗广哈。啊，基政因拢有迄个原住民的血统吼，啊，他们讲这个流亡政府吼，他们因无讲应无应该安尼吼，无将因的啊，全那个放个杨宗广哦，到尾都是在一起啊，吼，像这款呢是国宝呢，迄你那伫外国哦。迄伫外国，你听讲，即款来国宝，还是当个，嘿，卖讲来韩国就好啊。咧韩国你若摕一座奥林匹克的，迄落金牌啊，啥时喏？贵死人就是拢家己呼呼他他，互你哦，对体育界来运动吼，运动界吼，大家拢有一个寄望，安尼上个迄个动力，一种诱因呐，哦，安尼即拢无拢迄落，过去都不会插你啊，哦。这是，所以我就要甲提出来，搁再有任何的迄个公众的场面的时候，我都是要甲宣扬杨宗广、季政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咱台湾的体育运动的回顾。啊，再来就是展望啦，吼、哦，都要展望。展望是这样子吼、哦，我要提出一些看法吼，小可小可，刚才要修正一下咱一般的迄个感受啦吼。我就是讲，一块金牌，一个国际赛的迄个金牌吼，吼，迄个摕到吼，唔是迄、那个，唔是干那靠这个选手去摕到金牌，是靠选手去摕到金牌。但是咧设计。要去摕到金牌的这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啊，还是教练的代志。所以我讲，迄个一个金牌的设计者，就是教练。啊，咱也伫这个比赛中间吼，最后迄个荣耀拢是归选手，教练拢，敢那拢无，敢那。拢好像附带的安尼吼，其实这样是不对的。应该就是要教练跟选手，拢要同样的荣耀，都要享受同样的荣耀了。哦，因为这个教练吼，你一个选手的种，你出事，你敢顶面敢想讲世界金牌，无可能嘛？你是一张白纸而已啊！啊，你连运气较好，去拄到一个教练，好的教练，
哦，一张白纸，啊，都由这个好的教练来个帷幕嘛，来啊个一个设计啥呢？了后，伊才有法度提出好的成绩嘛。啊，你来去拄到一个无好的一个教练的时喏，啊，你都提无你更加好的身材，更加好的迄条件，到尾你嘛是无迄、那个无法度提到迄个好的成绩啊。哦，所以迄、那个设计者。就是这个教练，啊，因这個教练伊的工作是啥？哦，我提我个人的经验啦吼。我迄阵啊，我无退休的时阵，我是我有家己本身有两间的道馆呐，吼，的道馆吼。啊，我伫训练中间哦，因为我家己有一套训练的方式，吼。啊！但是哦，袂使讲，干那有教练啊，无选手袂使啊。啊，遐囡仔哦，拢自细汉就来对我，来对我哈、哦，差不多拢是国小三年、四年来对我。啊，我伫咧训练个个升初中的时阵哦，啊，足济迄咯，拢做哪讲要补习啦，讲要补习，啊，讲无度过来训练。安尼来吼、哦，你有将无兵嘛是无效嘛，所以呢。啊！我都创啊无法度咯，都无兵，我变啊变啊是创战争呢，吼、哦！虽然是我有一套的迄个好的物件，但是无兵他来训练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安怎，要用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用骗的，骗我的选手，骗我的教练，不家庭，骗家庭。你呐，我安那个骗你呐？我讲吼，您爱我讲要去补习吧，按着是讲要去读一个看较好的公立学校嘛，对不吼？迄是上好啊嘛，对不？您呐对我，绝对予您读公立学校，吼，侬读公立学校，绝对无问题，吼。我讲各位，你想看嘛？我凭什么资格讲这个话？我不是学校的校长呢。我若是讲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的时候，我讲好，我要给你安怎安怎。我根本不是啊！啊，我凭什么要讲这个话？啊，我这就是啊，就是你讲骗嘛。我都无迄个实力，我都无迄个能力啊。但是我讲出迄个啊，我讲别安尼啊。哦，啊因啊家长选手，要相信我。安尼就是叫我骗伊嘛，叫我骗伊，所以我不得不用骗的方式呢。但是哦，好理加在，我家的选手啊，真正拢我补上去读迄个公立学校啊，哦，拢顺利的，拢去，大家都拢去读迄个，因为。我因为大家集中，我伫上山嘛吼，我伫上山，啊，还有一个迄个西松高中啊，伊是迄个完全中学，有初中啊，有高中，吼，啊，因大家拢是读初中，啊，因为要升高中的时候爱考试呀，吼，啊，结果我去甲因家长啥，大家拢安尼讲啊，那读高中没有问题，吼。啊！我去想办法哦，我就去因遐下吼，去啊成立一个校队啦，初中的校队啊，初中校队，校队啊，迄个教育局嘛是拢有认定的吼，啊嘛有补助啥呢？啊，个摆吼，我甲校长讲，伊的成绩吼，因的迄个比赛成绩哦，有看我，啊，但是因的功课哦，是你爱考虑呐。哦，我唔是老师啊，我唔是学校的老师啊，啊靠恁啊！啊，结果甲因甲高甲到高三的时阵哦，要升的时阵哦，因为有迄个家长迄个会迄个会长哦，讲反对啦，反对讲因直升啦，反对因直升啦。啊，但是呀，啊我甲家长拢讲过啊，讲看我，拢嘛读公立的啊。好、哦，我已经讲了呀，啊，但是马上就遇到这个困难啊。家长会，迄是副会长，伊反对，伊讲哦，
哦，阮囝哦，安尼考啊袂害，才有法度入来。哦，啊，人家的直升落起来，安尼无公平。哦，安尼啦。啊，尾后我就，好、哦，我就去甲甲校长，我就甲伊画帕拉根啦。哦，我甲伊画帕拉根，我诶，当时我有讲吼、哦，有成绩啊。哦，啊，迄个，但是因的功课吼、哦，就爱恁来迄落啊。啊，我即马有成绩啊。啊！恁因的功课无好，迄是恁来负责的啊！啊，当时你就讲要互因直升的啊！啊，恁也啥无？哇！校长就去开迄个校务会议啊！校务会议啊，讲要开校务会议啊！到尾后来我去拜托一个迄个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迄个助理啊，伊甲我讲，伊讲有成就，哇！成就拢嘛是全国冠军的啊！国中的迄组的冠军啊，我呢？出去比赛哦，哎，伊到尾啊吼，比如讲共一个奖金哦，啊，尾啊比赛到尾啊，剩四个，拢扣啊剩四个，啊四个加车轮战，吼、哦，加车轮战，啊加选出一个第一名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安尼。我那个加四个时喏，我大概都看讲，哎，啊那无看听我的声，因为那四个拢我系学生啊，是伫全国赛就是安尼，所以成绩足好个啊，啊。爱的助理就讲讲，你吼将迄因的成绩吼弄个影印出来，影印出来，啊，几本诶，啊，即马开校务会议的时阵哦，你和遐参加的遐老师每一人一份，互因看，成绩伫遮，成绩伫遮，好啊，我着半暝嘛，直去将因叫因啊，所谓成绩的迄个奖，迄个奖状拢摕来。啊，甲拢做几本诶，啊，做滚十本安尼，啊，再第二天做校务会议的时候，每一个底下参加会议的遐老师，大家拢一本，因一看讲，哇、哦，这个冠军，那个冠军，我就有冠军，哇，这成绩非常好啊！啊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啊，迄都是因为迄个体育组长吼、哦，班单拢无共报，安怎哩？我刚要想讲，迄都是要教育局。挂出来奖金吼，伊拢讲，唔大敢用伊对去。我一个做一个教练，连一领迄个队服都无呢。啊，我从来不管是这些啦，我干来要负责教导啊。啊，结果伊的成绩拢无报啊，安尼较袂遗憾就对啦。啊，所以也好，大家拢唔知遐老师校长拢嘛唔知讲成绩真尼好啊。啊，各位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所以怎啊，直升高中。哦，我第一个骗人的吼，终于没有骗人啦。哦，初中要考高中是足歹考的呢。哦，啊，拢公立校呢，因怎啊直升上去？哦，啊，即马故事来讲，哎、欸，恁的囝吼，恁囝咧读个大学，看我就好，看我就好。哦，绝对拢读公立的。哦，啊对，迄个学校的校长哦，被我一句话说动啦。我讲，我个校长伊讲一句话来讲哦，我们中学吼，他唯一的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升学。讲升学，伊讲伊唔是咧讲哇，什么教育大计啊，啥都无啦。伊讲升学就是他们第一要务。我当校长就是这样。我再来讲啦，校长，你们升大学的比例是多少？哦，升公立大学比例，哇、哦，升大学有50%差不多50%哦，哦，啊，公立大学大概有20%哦，20%。我个拍胸脯，校长，我给你100%，100%升公立大学。哦，校长惊一个讲，你是想讲我一个都无阿多了，我讲错了，我给你100%的升大公立大学。安尼，你的迄个将来的平均分数吼，都个提高了嘛？吼、哦，我又骗人了，我又骗校长了。那是选手，还是家长叫我骗，连校长嘛叫我个骗。因为嘛，不是什么大学的校长啊，我讲这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敢拍胸脯讲安尼迄个100%，哦，结果呢？等到他们这个三年，高一、高二、高三以后，
要升大学哦，全部进台北体育学院，公立的公立大学。那我又没有，我没有骗人啊，我也没有吹牛啊，我没有骗人啊。但是我当时在讲的时候，其实是在骗人的啦。啊，我若无骗的时候，我都无兵嘛，无兵啊。啊，这囡仔哦，到尾安怎哩噻？即嘛已经迄个东亚运啦吼，东亚运就是讲迄个北亚这边家吼，十个国家吼，有一个东亚运啦吼。我东亚运我摕两块金牌，吼啊亚运吼，亚运的全亚洲的运动会摕一块金牌，吼啊世界运动会摕一块金牌，这拢是四块金牌吼，自古早到今嘛吼，因为康丘都伫台湾吼已经四十几年啊，无一个道场有一款成绩，无啦，吼啊这拢是我细汉为三四年啊，你甲带起来，甲今年。到今年已经，我这个选手有一个选，其中有一个啦吼，已经30岁啊呢，啊嘛还过去参加迄个东亚运啊，嘛还过摕一块银牌啊，30岁还过摕一块银牌啊，所以实力是足强的啦，非常强的吼，啊我有这个我有一套的办法啦，但是我若无兵的时阵吼，我这个办法什么都没有用嘛。所以我就敢用骗的，啊，用骗啊！但是因为骗到尾啊，结果我拢实现呐，所以就不骗呐，变成不能骗，没有骗人呐。哦啊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动机就是要把他们骗下来，留下来，是安尼啦。啊，这不是我的用心是啥？我告诉你，做无搞的时候，会叫用笑死了啊！这个边啊潘教练，吼。我咧讲笑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影响到我的声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个想看咩？这不是用心计较，无只是啥物？啊，那无我用心计较时，到尾啊，敢有这几块金牌？吼、哦，迄就是教练的设计。我的设计，我家己知影讲，我的实力伫对，我会变成安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讲，这个观念吼、哦，都爱敢扭转过来，扭转过来就讲，对这个教练吼、哦，爱有相当，吼、哦，相当会有迄个对等的迄个一个迄个荣耀啦。安尼吼，金牌喏、哦、都滴滴出来，金牌都滴滴出来，吼、哦！因为做我所看，两千。1994年，诶，迄个希罗西马，我第一次参加阿文的时候，希罗西马迄届诶，进前28年，台湾伫阿文领金牌，啊，就是迄个时喏，有设计的，就是讲安尼28年拢领金牌，我多加设计的一个讲，将这个教练哦，甲放入去迄个国光奖章内底，哇、哦啊，这教练哦，就受到鼓励啊。大家都开始都认真努力，用头脑啊指导啊，结果到尾呢，就是那一年，就是1994年都变7块金牌，从零金28年零金牌，迄年都变成7块金牌。过经过4年了的曼谷亚运，摕19块金牌，19块，啊，迄就是啊，教练受到重视啊，受到尊重啊，大家都用心计较啊，用心计较安尼来设计，来安尼找出好的选手，啊，甲将伊所了解的是个好的训练方式出来的时喏，19块呢。啊了后时喏，迄、那个体委会哦，伊为着伊方便呐、啊，因为哦，教练提太济，太济教练提钱哦、喔，伊也对伊也无效啊，啊，佮伊都安尼分也无平吼，啊，都伊爱去协调啥，伊到尾怎啊，干脆怎啊，将这个教练的奖金全拢佮取消掉，哈哈，啊，马上吼、喔，迄年的比赛，噗，一个落来，剩10块，
本来你十九地啊，应该是变二十地，啊，无你维持十九地嘛好，我二十地啊，二十几地，那是正常嘛。结果落个剩十地，那个剩十地，所以就是迄年两千零六年的时候，我甲告体委会就是安尼，讲你你侬国家的饲恁家，啊，恁家是干那高读书啦。真够读书啦！因为迄个体委会，迄是中央级的迄个部会吼，所以迄底下上班的吼，拢爱高考啊，拢爱高考通过啊，所以读书是足够啊。但是吼，相对吼，你对这个运动的迄个热心吼，啊个了解吼，无啊多像讲即教练呢，啊是即选手很年啊迄落。所以个即马拢始终拢是伫迄个十地遐，还咧徘徊。啊！伫迄个十九地，迄个1998年迄年吼，遐不但是当时遐摕着金牌的选手，后壁还佫有囡仔，像即摆迄个曾雅妮，迄曾雅妮，还是迄个王建民啥，拢是迄个时阵，拢是还佫是囡仔的时阵，拢是受到鼓励，爬起来，即摆拢世界。我迄曾雅妮，我有一年，阮是伫迄个桃园运动场。底下做北训呐，台北部训练中心呐、啊。我底下是喏，我看一块囡仔，拢是囡仔，初中诶，啊国小诶，拢足古锥诶啦，拢咧拍俄罗斯，拢拍俄罗斯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就是曾雅妮，就是伫迄个时阵训练出来，啊，迄个时喏，就是因为啊，加一挂教练呐，大家受到鼓舞，啊，大家用心。用心来设计、来计较，吼、哦！啊，且即卖买阿古成绩较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王建民啊，都啥嘿，伊拢是当时拢是阿古是囡仔时代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即款的物件吼，到尾你那是无好的制度底下那个支撑的时阵哦，你这物件就一定爱会慢慢啊，滴滴切落，吼、哦！所以我因为。伫只跳界，伫台湾跳界吼，我安尼走总啊60年啦，吼、哦，60年啊，所以吼，我大概应该知影讲，要安怎，要安那好台湾的迄个跳运动要好起来，吼、哦，就是用什么方法吼，我大概拢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是有另外一个有一套讲是遐办法，但是即卖时间可能。较无够啊，吼，3:30就要到啊。啊，最后就用一点啊，几分钟久来做一个结束吼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再将迄个请制度啊啥时阵，我再推出比较具体的方法出来。哦，因为啊，这我唔是家己自己闭门造车的，因为我看过嘛。我因在咧点咧落时喏，我是浸伫内底，唔是徛伫边啊咧看咧，我是浸伫内底咧，所以我知呀。哦，啊，我直接就是最后要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讲，啊，体育运动，我、啊、听起拢恁选手甲教练的代志，啊，跟我那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即我就是讲要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讲，有一年哦，我就带迄个澳呢，迄个培训队，啊，去澳洲去异地训练啊，一个多月嘛，哈、哦，啊去个苏格兰呐，去苏格兰，哦，哎、啊、嘛是。迄嘛就容易啊，现在去苏格兰，你看就多，就差不多二流的、三流的尔。我那就去个呀，我去法国一流的，英国一流的。啊，那去呀，因为遐有一个，迄个，我那裁判主席啊，哦，迄个世界看球的联盟，迄个裁判委员会主席，伊就是苏格兰人。啊，我就是讲，要用这个机会要甲攀关系啊，这都是教练的迄个。用心计较就是吃啦，啊，专工去啊，让伊去啊训练，吼啊，迄个吼啊红包啥吼，我一天20000块呢，吼，一天吼迄个代表20000爱付嘞吼，啊就是要攀这个关系，啊，有时间阮去伊遐训练了，回来的时喏，规个迄个火车，迄个车站吼。哦，那是苏格兰第二大城，叫 Glasgow， 哦，第一大城就是迄个爱丁堡嘛，啊，第二大城就是 Glasgow， 迄车头哦，足大，内底拢总是人啊，我想我哪呢？
哇哇啊！我队我拢去冲冲散散去啊！啊好个在因大家拢知影你家里对因家己好个，去家己去。啊，我常去问迄、那个，因遐工作迄机迄个车头诶吼。我想那今日人遐多，啊，伊家讲一句啊，萨克，啥？卡球啦，卡球比赛啦。哦，我迄个时阵才感觉哇，卡球比赛安尼。转城拢团叮当起来，啊！你要等于你下沿路上迄酒馆哦，迄个英国人上爱饮酒，迄个尤其是苏格兰人的迄个 Scotch whisky 有无？迄个酒馆呐、啊，拢总是人男女老幼，啊，就是为了今仔有一个卡球比赛，转城拢安尼叮当起来，我才用这个要来讲。体育运动不是只有选手教练的事情，是全民的事情、哦啊、我今天就说到这为止、哦啊、不过耽误自己的大家的时间、哦啊、谢谢你们、哦、各位好玩请起立、哎、今天下课休息、啊、这节课休息20分钟这节课休20分钟。